湾项目获胜的是黄队，五人制棒球获胜的是黄队，男子篮球3-3获胜的是黄队。你看他，你看他得意，看看你看他。全明星国歌3连胜，得意的笑，黄鸿轩背后吴世前姐真的尽力了。我觉得如果他们3连败也很好，置死地而后生，再开始。哎呀，我们该惨败。全明星4蓝队王朝岌岌可危，本周跟黄队对战拔河，无人制棒球男子3对3篮球，蓝队统统败北。夹着 Yellow Trio 的锐气，黄队林志宇还把胜利写成歌了。尝到胜利的滋味，就要记住这感觉，来自不死鸟的团队，我们浪潮不能退。离他这个家，无能无力家，我们爬楼来全部低头。而被前姐选为状元的黄鸿轩被网友指责无视前姐之道，如果真的想当队长，就要让大家心服口服。而咱们小鲜肉也大方转发改则动态，回应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并表示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就深知篮球项目会非常劣势，毕竟篮球不是一周就能养成的运动。过了过了过了，时间到，球权再次。鸿轩，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到你。No， 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动你。现在黄队3-2，一分领先了。鸿轩打进去，你不要投外线，你投不动的。你要把话听进去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投外线，你一定要打进去。因为你投外线，你就只会面包而已。不要太多担心。停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再讲话了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们一定要把话听进去，不然你们打这场球，你们会打得很挣扎，会打得很痛苦。你们不要投外线，你们完全没有准，你们现在就是在乱打。鸿轩，你要打他，对。哇，这个出手手腕。内线，内线。13-6，篮板。一个领先，外线。不错。没有。哇。黄鸿轩忙起来追分，但是对手彭尊也狂冲外线，自己就独得10分，全场最高。又上去了，一点，漂亮，打进去，鸿轩打进去，黄鸿轩外线的出手，快点，快点，鸿轩外线，再抓到篮板，再交给鸿轩。上双了，拿到了10分，全场最高了。好，比赛结束，这场比赛黄队最后是23-12，打败了蓝队。国歌请吃饭，国歌请吃饭，国歌请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先让他高兴个几钟。其实我们这种上面2-3天才可以跟他们加油，加油，哥加油！不用加油，我就是想哭，好不好？把他逼哭了。永发明，啊，我的玉米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哭真的。请记住这个感觉，请记住，下次再把它讨回来。